嗱，呢度咧就系大康东嘅游乐场啦。大康东游乐场啊，即系十几米呢度嘅。咁样咧就已经系即系疫症啦，已经一年啦，一年都冇人踢波嘅呢度。咁但系你睇下佢咧，呢度咧仲系封嘅，吓、啊，即系呢度咧话唔俾人用，封咗，系咪？已经一年啦，系咪？我唔知佢话封嚟话保养草地嘅，系咪？诶，保养嚟做，保养嚟做咩咧？冇人踢波，系咪？啊，成日都唔开放，系咪？而家疫症啦，系咪？嗱、啊，呢度都系啦，你睇下呢边，呢边咧又系封闭嘅，啊，又系保养草地嘅，唔开，系咪？咁应该嚟讲咧，你疫症咧应该就开放俾人用。系咪？令到空間大啲，系咪？唔會互相感染咯，系咪？但系而家就唔係，啊！嗱，啲前面跟將所有人咧，就全部咧，啊，隔咗係嗰個角落頭，你睇，系咪？咁你咁樣一講，係咪增加咗人咧個感染機會啊？你睇係咪？即係呢啲係真係不平不講啊！啊、即係太憤怒啦！呢啲係呢啲公務員咧啊，攞咗公帑嘅錢係咪？即係借話係防止疫症，其實佢咁樣搞咧，其實係散布病毒啫，係咪？即係唔單止唔可以防止疫症，係所有人都谷在呢度啊！即係咁大嘅草地係咪？你睇唔開放。叫啲人咧，全部逼曬呢度，係咪？啊，跟住咧，你睇呢度咧又空喎，我亦冇人喎，全部空嘅，啊，將所有人咧都逼咗喺呢度，你見到未啊？咁咧，跟住咧就話咧係草，即係出邊咧就可以唔使戴口罩嘅。啊，你咁咪係咪即係增加嗰個傳染機會啊？啊，你睇。应该而家应该疫症嘅期间咧，增加人之间距离咧，应该将啲草地全打开开放俾人用嘅。啊，即系呢啲我投诉咧，我打电话去投诉，跟住电话打唔通嘅，啊，即系投诉无门咧。啊，想投诉都唔得，投诉无门。咁咧就真系唯咗摆喺嗰个摆喺 YouTube， 即系希望啊，希望啲人咧。啊！見到之後咧，啊，即係啊，可以反映下啦。啊，因為政府高官林鄭，我係接觸唔到嘅，係咪投訴無門嘅？啊，真係太氣人啦！因為我發覺咧，即係呢啲政務處咧，所有公園啊，唔係呢個公園啊，即係上邊嗰個公園都係咁嘅。好多地方都係大片地方都有封嘅。大部分地方都是封的，譬如草地啊、草丛啊，全部都是封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我再重复用普通话讲一次啊，你看，这里呢，你看，这里全部都是封的，啊，就这一块，整个公园，就这个角落是开放的，你看这边全是封闭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现在是疫情期间，对吧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应该拉开，对吧？那你应该把这个公园全开放了，给人用吗？那人是不是可以散开来了？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空间，是会降低那个病毒感染机会啊。现在可不是这样的，你看，所有的人，你看啊，全部都围在那里，这开放了一个这个公园的四分之一都不到地方给人用。然后他理由是什么呢？是草地保养。你看啊，他理由就是草地保养。你看，说什么？你看看写什么呢？保养草地啊，暂停开放。你看他是不是？你看啊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说什么来着？禁止，对吧？你看，有这个呈现就是禁止人家，这个不许做，那个不许做，叫所有人呢都聚在一个，把人呢就圈在一起，你不是害人吗？你说这个康路，这个就是香港的康路署啊，康路署，
你看这也关，对吧？啊，全部都是。你看这个草地为什么封呢？你看看，也是同样的原理原因，说是保养，这边也是保养，保养啥呢？你看看，全是保养，啊，全都是保养，这边也是保养，草地保养，就是实际上就是不让人家去运动而已，对吧？你看，有通告，全是封了。你看，这里也是写了草地保养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，也是草地保养，暂停开放，看到没有？这么大公园不让人家用，所有的公园都是这样子，对吧？你这个什么理由呢？就限制老百姓的活动空间呢，助长了这个病毒传染机会呀、啊！可恨不？你说很可恨啊！太可恨了，这帮人。